哦哦哦哦！我有传送。Oh my god！ 我去哪里了？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丽水世界，我是老头。各位看见这右上角光阳光号会到达的时间啊，以及前面阳光号登陆点1113米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因为老头基本上今天就上来收集材料，准备要再造一个海儿号啊，结果呢，突然就来收到了这个讯息啊，现在只剩下38分钟的时间。我是不知道待会会发生什么事啊。然后有观众跟我讲说，就是说他说这个极光号啊，这应该是念极光号吧？极光号它的这个入口其实是在头部啊，并不是在尾部啊，所以说那一次我们是走错边了，好，我们走错了。来，再招一招，去吧。看一下，呀！水啊！哇，歪掉了、欸！欢迎回来，长官。你看，它下面有那四个圈圈，要怎么使用啊？我不知道那四个圈圈要怎么用、欸，哎，感觉单纯就只能开而已、欸，哎。而且好像尽量不要撞到建筑物，不然的话会损毁的样子吧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过去看一下阳光号登陆点。哦，这游戏还有更深的深海啊！我们到时候再继续想办法，就是盖独眼巨人号。哦，有观众说独眼巨人号更大烧，可以拿来抵挡利维坦啊、哦，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不过应该是可以吧，就说可以在里面盖更多的一些建设之类的。应该是之后那些建筑物全部都是盖在里面吧？我觉得盖在这个陆地不是陆地，盖在这个海洋上面，感觉很不方便啊。因为独眼巨人号是会移动的嘛。那你在海上盖完了之后，马上就要迁移或是干嘛的，你很多道具都不能一并带走，其实我觉得还蛮麻烦的。所以说到时候可能会设法想办法弄一个独眼巨人号，哦，弄一弄之后呢，或许会好一点啊。哦，没想到这么远呢、欸。不过我们还有半小时，基本上没什么时间来不及的、啊。哦，你看，光是看下面就觉得无助的深海，未知的领域。哦，不要遇到利维坦，拜托。我们都是在浅，都是在这个高度，应该是不会遇到利维坦吧？希望不会。嗯，这什么东西？哎呦，独眼巨人号碎片少了。独眼巨人号，哦，才刚讲而已耶，我们差几个啊？还有升级晶片，扫描式升级晶片，哦，我们这个还差几个，大概三四个左右吧。哎、欸，我们快到了耶，快到了，70几米了，哦。好酷哦！我拿到什么？钻石哎、欸，这钻石可以制造一些其他的装备，也算是蛮稀有的啊。坐哦，我到了，哦，居然到陆地了！天哪、啊！啊，这些可以采吗？不行。哇！哇哦，第一次上岸呢、欸！哇哦，这里可以拿来盖东西。这什么东西？哇哇哇哇哇！哦 my god！ Oh my god！ 不要！你挂了、啊，砍死不会给东西，扫描一下好了。这是什么、啊？外星生命形式，蛮山蟹 ，combo， 这是什么？完了，这星球的东西越来越奇怪了。这可以扫吗？不行，怪怪的。我们拿一个小刀好了，荒野生存小刀。哦，这可以扫描啊，都扫一下好了。呜呼，面包树。哎、欸，可以采集吗？哇，荒野小生存可以吃吗？
哦，还能吃哎、欸，砍光光就好啦，是不是？哦，补好多哦，这里的资源丰盛啊，面包树是怎样？哇，这什么 ？Oh my god， 这什么东西？我就这样直接拿走了，不会怎样吗？会不会触怒了什么神明之类的？然后我就死掉了，触怒神明，我就这样子绕过来了、欸。这边还有一个斜坡，这什么岛屿啊？好莫名哦、喔！你看还有会飞的什么鬼东西啊？我难道我们要在这里等个二十几分钟吗？啊，等到阳光号过来把我载走，是不是？他这个跳真的做得很烂，你知道吗？还是说他根本跳不过去啊？我想先去看一下我拿着什么紫色外星造物，我觉得就留着吧，以后一定有它的用处啊！啊，可能是类似卡带之类的，可以玩他们的线上游戏，啊，还是他们的线上游戏点数卡之类的，啊，或者是战斗怪兽牌。啊！决定你的青眼白龙！哎妈，可能是他们外星人的东西啊。那我们来看这边，什么东西酷酷的？我下来，刚刚下面有一扇门啊，我还没进去啊，我得稍微在上面探索一下，看有什么的，什么东西之类的、啊。好，我下来了，会不会？哇操嘞，还真的会啊！好吧，刚刚在想，哎、欸。放上去，吻合，哦，大成功！那外星科技文明吗？我突然觉得有点危险啊！这地方是不是人待的？我们要保存一下、啊，怕死。前所未有完整性的金属。可以扫描没？获得他们的科技。哦，多少多健康？这里应该不会有外星生物吧？好酷哦！除了海里面之外，还有很多奇怪的东西。要不外星人跑出来？不会吧？拜托不要啊！我只来这里观光的、啊。哎，有东西。哦，哦。哦、下载数据，未知语言，先驱者数据终端。哦，PDA， 这扇门会开吗、嗯？这里没有门。好，这边应该就是主要是拿这样东西吧。没啦、啊。哦，还有、哦。墙壁中会有这些是文字吗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、哦？哇哦！先扫描再说。能量吗？离子晶体。哇！我看一下。Oh my god！ 这可是建造什么神器之类的东西哦。我拿到神武了。有没有外星人冲过来杀我啊？哎、欸，你偷走了我们的蜡烛！啊、哦，没有，你偷走我们的宝物。前面又有哎、欸，这边超多的、啊，逛不完哦。酷man，好多哦，谢谢，永远感谢你。多拿一点，多拿一点。下载，下载。哦，先驱者又有新的语言了。这个是不是？先驱者，先驱者会不会是一艘船啊？哦，抱歉，我没有注意看。总而言之，感觉它就像是一艘船。哦哦哦！
我有传送。Oh my god！ 我去哪里了？哇，越来越深了，不是吧？不会有事吧？哎，我这样来得及回去吗？重点，晶片中略记忆扫描。哇，直接传到这里来哦！啊，这会不会到时候我们需要在这边建一个，在这边可以盖一个基地啊？我靠，未知海域欸！哇塞 ！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我们时间快来不及了，有必要到前面吗？可以晚一点好不好？我们先不要急着到深海，我们先上来。我们那边还有一扇门没进去过，不是吗？我很担心我逛过头，来不及回去跟极光号会合啊。这边实在太大了吧？这里是哪？这嘿，那什么东西？哦，武器！不给拿！放开这个女孩！这个女孩是我的！可恶，不能拿！要怎样才可以解放那把武器？教我！拜托了！完了，我这个一辈子也逛不完啊！会不会今天这一集全部都在逛这个东西？哦，这什么？又一个，我们又拿到一个了，可能就是来开门之类的东西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！我们剩20分钟了，又有东西了！哦，我要，快点给我！可恶，看得到吃不到啊！太令我难过了吧！这是拿来开上面的啦，是吧？ Scans indicate the facility's control room lies beyond this door. 放这里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等一下再继续。我们下面是不是还有东西没有过啊？啊，算了，不管了，走到哪算到哪吧。Go go go！ 哦嘞哦嘞哦嘞！哇，这什么？好酷哦！绕一圈看一下，外星文明，外星探险家啊！外星探险家德瑞克是我。先上来看好了。哦，对嘞，呜，我要死了是不是？我会不会死啊？哦，怎么了？这些受感染的个体可能会禁用。Is broadcasting a message. Translation reads: Warning: Infected individuals may not. 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被寄生了。能量核心，等一下，他扎我等一下，他扎我Translating background broadcast。星球上其他地方有第二个设施，数据表明海平面8000以下。等一下，这个吗？不是，完了，我不知道他是讲哪一个，是这个吗？不是啊。那个讯息跳太快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一个啊，是哪一个啊？这是先驱者数据，不是资料这里吧？Integrating new PDA data， 是这个是不是？我们有找到什么病毒研究设施？哦，700深海的水下。哦呦，到时候我们要更下面才可以找到这个设施，他应该会帮我标记好吧？我们时间还很充裕啊，没差啦。17号逃生舱日志，再扎我一次，快点，拜托！哎呀，哦，应该是说这个。
应该说这个被扎之后不符合，他不会开门或是干嘛之类的啊。所以说好像没有实质上的关系之类的。好、啊，就算了，感觉好像是我必须要有这个类似他们的基因，啊，他才放人啊。这审核通过，你是我们的伙伴，我们的族人，啊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吧。好，他也说这个设施不是只有在这边有啊，别的地方也有这个设施啊。有趣有趣，有趣有趣，这个没扫描，扫一下。这什么东西？先驱者的遗物。先驱者的遗物，感觉是先驱者讲起来就好像是一个种族哎、欸，一个种族对不对？那这个呢？刚刚没有扫到。先驱者下载，先驱者的遗物，我们这边是没有来过，对吧？没错，这里我们没有来过。这是什么？哇，不甩我了。这什么？这个万能工具什么都能扫得到、啊。外星建筑，嗯，礼仪或宗教作用。哎呦，先进的交通网络，可能是可以拿来做传送什么之类的吧。我们这里没有开关，啊，什么都没有屁用。好的，不管它了，我们先走了。这里也看过了。先驱者的遗物啊，这边半个人都没有。难道只有我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来博物馆吗？啊，我想说要不要回去了，感觉有点来不及哎、欸。他讲的那个实验室深海400米，可能就是这一个哦，可能就是这一个啦，是不是这个？我随便猜的。不过目前看起来，这个应该是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不让我靠近是吗？我操，那什么东西？死神利维坦！哇，这外星人啊！外星人 ！Oh my god！ 到底再说，我们看一下这到底有什么东西？没东西我就走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有外星怪物啊！我们先离开这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哎、欸。我们现在资源不足，不适合啊、在这个地方进行任何的探索。哦、啊，感觉只会找死而已。我们有机会在这边弄一艘独眼巨人号，从这边也是不错吧，是吧？哦、啊，哎、欸，让我上去啊！干什么东西？哦、啊，有了。好了，剩下15分钟了，我们真的要先回去了。阳光号会到达的地点，我们先到那边等他们，好不好？好，真的探索够了，探索够了。我们现在先找出去的路。耶哈，出来了！啊，为什么这个碎掉了？坏掉了吗？扫描一下。没什么显示啊。没关系，我们解锁了，有一解就好了。啊，剩下这个十几分钟了，我们往上爬。它这个好像貌似还可以到，还可以到这个右边上面的小山丘啊，这边还可以走，有没有？好奇之际看一下好了。哦、啊，那这个鸟长得也蛮奇怪的啊，各种奇怪生物，我的天啊 ！Oh my， 又是你，干什么东西？嫩，不要逼我、哦，好多好多，这里也太多只了吧？哎，到这里哦，还有，哦，这里是哪里？好一堆这螃蟹啊！这边螃蟹很多，先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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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给给！我会不会回不去啊？矿物，这个是什么？锂，好像是稀有资源哦。
金块，满了。哎，我干嘛把它丢掉啊？我要吃啊，补一下能量啊。金块没差啦，锂好像不错。锂算是蛮稀有的物资的感觉。拿多少了？锂好像是到时候拿来做一些飞船很需要用到啊。可惜它不能堆叠。我有呀。这边目前生物只会出现这种鬼东西啊，小小只的而已，倒还好啊。这什么？可以吃吗？不能吃，样本而已。Oh my gosh！ 不要闹，我真的会死啊！出口在哪里啊？啊！往上走就对了啊，对不对？不要哦。哦，可以放上去。传送门？不是吧？哦，原来那是拿来这样用的。可是我要被传到哪里啊？原来那是拿来当传送门用的。怎么办？我要去哪里？救我！这也传太久了吧？这是哪里？哎、欸，它是只要有一个点建立了，就可以立马做传送、欸。哎，这里好远哦，这是哪里啊？还蛮方便的啊。灯指灵，好像指灵哦，靠北啊，指灵长像香菇。哇，这里是哪啊？好好玩哦，新奇古怪啊！什么东西？我刚好像看到什么鬼了？这什么？紫色香菇紫灵吧？嗯，它刚刚显示扫描是要扫哪里啊？这个吗？啊？我不知道我扫到什么了，它写外星形式。哎、欸，这里没有出口、哦，这里就单纯一个小洞穴这样吗？让我在这边采采香菇也爽是吧？这香菇的作用是什么？植物样本。出不去啊 ！Hello， 这也是专门采香菇用的，是不是？好像是哎、欸，没有出口啊。有啦，在上面啊，可是我怎么可能上得去啊？这到时候是不是要准备什么钩绳，我才有办法爬上去？我觉得这也是之后的事情吧。好吧，我们到时候再想办法。我们先回去一趟了。很有意思啊，非常有意思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要啊，大哥不要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干嘛？哎哎哎哎，走开！干什么东西？别跑！妈的，砍死你！去死吧！还不死啊？还知道要跑是不是？他这个还可以往后走，后面不知道是什么啦。不过就算了吧。好，剩下七分钟左右了，我们不敢深入太远，走太远到时候真的什么东西都拿不到了，是吧 ？OK， 差不多剩下的哦。倒数计时之后开始，这个东西怎么会突然动了起来？哦，动了！这是干嘛？准备发射了吗？哦，我要在哪边？在这边汇合吧，对不对？登陆点在这个地方，我应该再过去一点，不然要被压死。来了！我不信，下面一定有幸存者，极光号幸存者。咦，他来了，要来救我了！怎么离开飞船残骸？等一下，这该不会把阳光号射下来吧？等一下，感觉有点不太妙哦，这感觉像防空炮。
他很乐意把我带上船，回到联邦。什么？哇哇哇哇！哎嘎，真的啊！天啊！不要！啊！被炸下来了。我们的一线希望又没了，东西又散落一地了。我想回家，啊，绝望了！你是在射屁射哦？你为什么把它射下来呢？我说为什么你要把它射下来？该死的，原来只是为我们让我们看一场烟火秀啊！好吧。原来如此，如此这般，我们又必须继续在这里继续探险了，不然的话就没有下一集了。如果阳光号成功把我们带离这里，我告诉你，啊，我们就没有下一集了。我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后续吗？还有什么后续吗？哦，恢复正常了。哦，正常，正常了。要是说，如果我进去里面把它这个功能关闭的话，是不是他们就可以下来载我了？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刚刚行不通啊，那个控制台扎我，然后好像说什么什么什么错误这样子，不是本人啊，不是管理者无法启用这个防空炮台啊，算了，撤心了，撤心了，我们注定要关在这里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、哦。那你们各位看到了，这算是这个美丽水世界的其中一个剧情的部分了、哦，好不好？那下一集呢会怎么样？我们之后再想办法啊、哦。你要我探险到更深海的地方去呢，还是说要探险遗迹啊，把遗迹给逛完啊？你都可以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啊，让我知道，好不好？那感谢各位收看，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。美丽水世界，再见了，拜拜。